十万吨 vs 七千万吨，石破巨人先打死巨人的算一分。OK， 计时开始。一，埃及巨人。机枪上。二，未来巨人。这就是机枪失去了火炬，双方平局。三，摇滚巨人。机枪上。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，有种塌房的感觉。 No。 四，沙滩巨人。机枪胜。天神，你怎么回事？五，恐龙巨人。吉祥上。我靠，我彻底塌房了。六，冰河巨人。还是吉祥上。不过差距没那么大了。七，失落巨人。还是吉祥上。No。 怎么个意思啊？今天圆满打不赢了呗。八，复兴巨人。平局。总算是平局了。九，平安巨人。机枪胜。差一秒呀。十，近卫巨人。圆圆，这是弯道超车了吗？别大招啊，这是。其实是圆圆克制精卫，所以十六秒就把精卫拿下了。